高迪不再相信爱情，无意透露与大美近视合约婚姻，太会炒作。还记得高迪当年在与大美举办婚礼的时候，也是堪称网红圈的一场盛事呢。因为纵观整个圈子，每天都是充斥着各种各样博眼球的故事，唯独他俩是用实际行动来告诉人们网红也是有真爱的。然而当所有人都相信了这一点之后，近日又因为他俩的感情纠葛，让剧情可谓是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呢。就连高迪本人也在最近直播的时候，很是无意地透露了与大美竟孩子是合约婚姻的关系。一时间，他这种不再相信爱情的行为，很快就在网络上形成了一个热议的话题。不过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，网友们也就不再那么的好糊弄了，不少人都只能用太会炒作来评价这件事情。